在清水寺装水错了吗？某天在清水寺看到这幕笑出来，这也太专业了吧。其实附近居民也会来接水回家，只要时间对了，会接多少水都没问题。第一次知道，真有趣。不过新闻那个被骂，感觉还是活该。后面都排队了，还想装啊？感觉只是时间点的问题吧。那装水的工具也太猛了吧，超长型漏斗。大家都说日本的牛奶便宜又好喝，今天为了 Yuna 来去开箱日本的牛奶小站，小站地点就在秋叶原的五号月台。没想到牛奶小站这么人气，还要排队才能买到。店里有超多种来自日本不同产地的牛奶可以做选择，柜台上贴满了各种不同的口味和价格可以做参考，有低温杀菌，也有水果风味，种类超丰富。前面的客人都点了这款金色的牛奶，我也买一瓶来试试看。还有看起来超好喝的咖啡牛乳也来一瓶。结账后店员会熟练的帮你打开瓶盖，拿到后就可以到旁边享用新鲜牛奶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玻璃瓶是不可以带回家的哟。超级浓郁的奶香，没有乳臭味。玻璃瓶造型有种日式昭和感，可爱又复古。除了牛奶以外，也有一些酵素饮料、优酪乳和日式面包。喝完之后直接把空瓶拿到柜台，请店员回收就可以喽。台湾没有的站着喝奶新体验，大家来到东京旅游，推荐可以到秋叶原尝鲜买来喝喝看哟。